许下，向着幸福抵达。Promise I'll be by your side。如果你通过，你就做我女朋友。那如果没通过呢？我愿赌服输，把我自己赔给你，做你的男朋友。回来了，急什么急啊？跑得汗打的，吹的风该感冒了。我通过了。I'm with you, 站在这树下，把未来许下。好端端的偏要爬楼，以为我爬累了会让你背啊？你不累啊？那你背我，我不行。对呀，你一个天天晨跑的人，怎么可能爬几层楼梯就腿软啊？我又没说是爬楼梯爬的，主要不是刚被抢过来，忘了，体力不支。谁抢了你啊？明明是你。哦，我说错了。那我现在让你抢我回来。放开我！你一向都这么主动吗？你先放开我！你先回答我。那是我的初吻。从容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阿姨好。你们俩去哪儿了？我在这等半个小时了。妈，你在这干嘛呢？行李都收拾好了，再不走啊就赶不上飞机了。阿姨，您这么快就回去了？是，该回去了。你怎么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啊？我去给你买点特产，你带回去给蒋爸吃。特产就不用了，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，我跟你蒋爸就放心了啊。放心吧，你妈我丢不掉。哎，再说了，你蒋爸一定会手捧鲜花到机场去迎接我。哎呀呀，你这大口狗粮！哎，说好了，定期发视频啊。想我就直说呗。谁想你啊？我是说，让少卿跟你一起给我发视频，我要密切掌握你们的恋爱动态。你这是远程监控。宝大阿姨，我会定期向你汇报。把他养得白白胖胖，足斤足两给你算。你养猪呢？那，哎，妈有点饿了，去给妈买点好吃的吧。现在马上登机了，我去吧。哎，别别别，他知道我爱吃什么，快去吧。啊，遵命，女神，等我啊，等我回来啊。阿姨放心吧，
我会遵守承诺，尽我所能照顾晴子。少卿啊，这是从昂父亲的律师手记，也是他的日记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，想了呢，就打开看一看。阿姨，请你把这个呈交给从容，你帮我转告从容。虽然在我的私心里害怕他身上的这股正义劲儿，可我也明白，他这份正义劲儿才是我的骄傲。阿姨，请你帮我照顾好他。放心，他走了，你们好好的啊。阿姨，再见。走了，怎么了？我会替你妈妈好好照顾。嗯。